近来哦，因为这个国内疫情的升温哦，指挥中心的工作也更加的繁重哦。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疫苗的议题，那么我们今天来，我跟苏贞昌院长一起来，就是要来替我们的同仁来加油打气，也透过视讯哦，了解联雅跟高端两家国产的疫苗厂现在的研发跟量产准备的进度，两家都已经进入到临床试验，也就是研发工作里面的临床试验第二期的收尾的阶段。政府一定会全力的支持和协助，也会把关这个疫苗的安全跟品质，希望能够在七月底以前供应第一波的我们国产的疫苗，提供我们国人足够的保护力。那我刚才也鼓励联雅跟高端疫苗厂的同仁啊，继续努力，早日完成临床实验，加速产制安全有效的疫苗。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啊，要拜托大家务必要做好防疫的措施啊，让台湾团结度过这次疫情的挑战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